屁哦，爱体熊怎么样都屁是什么？体熊的意思吗？差不多。那我觉得 IT， 我们都只会讲 IT， 不会讲 T。你在拍环境吗 ？IT 是什么？你所以你现在不是讲一些五四三就是 IT 的意思？你现在在录影吗？对啊，录影可是都是雾的哎、欸，焦距没有对。对啊，全部都是雾的。可能哎，换相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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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